大哥，你不上车，你牛逼。哦，我知道他干嘛了，我操！我知道他干啥了，玩同归，我靠！各位朋友们，晚上好啊！我们的第37号选手，疯子不傻的比赛已经开始了。这是他的第一个项目，恐龙快打。疯子不傻是我们本年度第一次参加铁人三项赛啊，2023年是他的首次出战的比赛。我们这个比赛有从2015年开始出战的老将啊，也有从2023年刚初出茅庐的新秀啊。期待今晚疯子不傻的精彩表现啊！各位朋友们，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啊！看到屏幕下方的那个小手柄了吧？你赶紧把那个东西下了啊，下载好啊！别等一会儿它又出故障了，一会儿又下不了了啊！我先给大家提前说好啊。我们比赛的规则是什么？我的乖乖，这马上预赛都结束了，预赛规则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是第一天来看吗？第一天来看啊，第一天来看，看一下屏幕下方的滚动弹幕。我操，这是个秀！我靠，看到没有，各位，看到没有？刚才这是个秀。他想玩什么？他想玩个同归于尽，知道吧？这是个秀。这个货绝对不是一个小卡拉咪，我跟你说啊，就从第一关我就知道了，他不是个小卡拉咪。这货绝对有实力能打进决赛的啊！他想玩同归是，不过不建议啊，不建议咱们的选手在预赛里面搞这些名堂，万一失误了是吧？有损失啊，损失自己的。他刚才是想玩同归，对，因为雷你只要不是跑着扔啊，你就是原地扔，它是速度比较慢啊。敌人速度如果比较快的话，它是敌人优先打到你，然后那个雷呢才会砸到人。哇，今年咱们比赛高手太多了，高手如云啊！大家来直播间，先按照惯例给咱们点点赞啊！不管人数多少是吧，咱们一个顶10个，给咱们点点赞，送送小心心支持我们的直播啊！大家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一下。我今天到了5个快递，严格来讲应该是6个箱子啊，6个箱子，5个快递。我花了不到100块钱，买了6箱吃喝，屌不屌？6箱啊！在 boss 的身体左侧的时候，
离他不要太近啊，离近的话他会跳。GOE 大哥，你恐龙能不能一臂？恐龙能一臂吗？不保证，那说明还可以啊。我操，他不上，他不是坐车？我靠，你想干什么，大哥？现在晋级的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要浪吗？他要干什么？不走寻常路。我的乖乖，你要干什么？他要把自己玩死啊！这关不说，哎，你能不能打到底啊？能不能这个死不死了？时间都不够啊，时间都不够的。大哥，你不上车，你牛逼！哦，我知道他干嘛了，我操！我知道他要干啥了，玩同归，我靠。这是个浪逼啊，这是个秀啊。他就是想听一声毒啊。不要钱的毒啊，不扣分的毒啊，是吧？你如果有的人没看屏幕，一听到毒啊，以为是死了。毒啊！嘿嘿，神奇不神奇？可以的啊，没想到我们这个比赛里面还能这样子玩啊，可以可以，牛皮。对，在一关直接死了三次，哎，还不扣分，不服不行啊！哎，咱们游戏要求是死一命扣一分，人家这个死的你扣不了分，是不是？这就牛批了，你扣不了啊，人家他没死，刚才那属于假死。兄弟们，高低给咱们点点赞呗，是吧？刚来，刚开始，刚比赛刚开始，给咱们点点赞嘛！500多个兄弟了，我们要点到10000，不是分分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500个人啊，一人他妈点100下，就是50000下。说真的，咱们直播间兄弟们，一人点100下就是50000下。更何况我们直播间手速快的人多得很，有的人一个人就点能点500下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有兄弟能点1000下。谢谢我们的时尚赞助大哥放出的比心还有加油鸭，谢谢支持。
兄弟们，屏幕下方那个小手柄啊，《山海经异兽录》这款游戏下载好啊，下载好先啊，不然等一会儿咱们搞活动的话，你又下不了了，知道吧？把游戏下载好。500下搞定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小手柄能看见不，各位？屏幕下方的小手柄可以看到。能啊，好的。把里面那款手游《山海经异兽录》下载好啊。Yeah!